来，2020年4月20号，雪鹦鹉这一缸来记录一下他们的健康状态。这三只有的时候会咬我，但是也是要把它记录一下。伊这只体色这只足歹，啊，这只尾啊二哥选择开始加咬，然后啊河蚌翘的，这撮就河蚌翘掉了，这翘的。欸，所以说这个每天记录这个缸就是有差哦。哎呀，拿起来，因为有的同学讲提河饲河蚌较无迄落来，我怎么想个小个尾啊？那好像要打它，要不然它会来咬我。我要先把它赶走，我先驯兽一下，它会怕。乖，哦，大概先赶一下，要不然这个雕类的很凶，它上面那个鳍会把我刺受伤，啊，一支放在这较惊。这叫巧对了。欸，这个好死啊，死啊！你看水草，你看，看所以你看，你看那个水整个都那个啊，变无味啊！欸，你卖落啦，垃圾水啊！所以那个水明天要换掉了。就给抓起来，所以看这鱼缸哦，每天要这样记录是必要的。第一可以骗点月，第二可以记录一下它的这个状态。对这哦，哎呀，河蚌翘起来，该掀开看嘛，唔知足臭的。会不会很臭？来，拿个灯，先看这。你这个Samsung的，这个没有办法半途开灯了。看你这，我这包做草的。真草呢，老汤啊！哦，这个。分另外一集拍好了，惊到。